问一通，结果乱问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想党会很快，刚刚也很快就会。目前有人选？在几位在争取联谊嘛，主席等一下你们可以问他。那争取的意愿高吗？争取的意愿高吗？年轻的吗？能够符合各种条件，尽量满足这些条件，那让候选人感受到国民党是承接在愿意跟乡亲一起打拼。会再从高雄再出发。大家都说你是韩市长跟党中央之间的桥梁，那现在是不是他们两方有比较渐行渐远？没有哎，就是因为市长下来，你看他也是整个新的规划，他是承接影响。对，因为这个算是对整个团队来讲是比较实际的。那当然有很多人很欢喜，但是接受。接受以后就是要重新再出发，所以没有什么。你要怎么跟他加油打气吗？我想水不含不利敌雄天，书不然不利敌无助，所以你就见人心多摇一马了。但党中央一直都希望他可以没有，党中央一切从头到尾就是尊重韩市长的决定。我个人认为，提诉讼再去安排什么人选，我们南部人不喜欢这种政治算计，就像执政党班班算计、班班计较一样，那反而南部人不喜欢这个，所以不要有任何算计，重新出发。那你觉得是建议还是找下一个可以？没有，还是我很早就建议他要先休息，先休息一阵子，两年多了也很累，为国家付出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事。谢谢。谢谢。